毛遂自荐，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。释义：毛遂，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一个门客，荐推荐荐举。一个叫毛遂的门客自我推荐，比喻自告奋勇去做某项工作。历史典故：赵国的平原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，他的门客据说有数千人之多，毛遂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公元前257年，秦国军队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，赵惠文王派平原君出使楚国请求援助，但楚王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，于是平原君带了20个门客前去，如果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固然最好，万一不行就用武力强迫楚王同意。可是他挑来挑去还缺一个人，这时有个人站起来对平原君说：主公，我自认为符合去的条件。平原君觉得他眼生，便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到我门下多长时间了？门客说：我叫毛遂，来了3年了。平原君说：有才能的人就像锥子在口袋里一样，很快就会显露出来。你在我门下这么久了，却从未听到有人称赞过你，可见你才能一般。这次任务关系重大，我看还是免了吧。毛遂说：正是因为您没有把锥子放在袋子里，所以才没有冒尖。平原君听出毛遂出言不凡，刚好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，就决定让他跟着一同去。到了楚国，楚王果然没有合纵抗秦的打算，众门客都束手无策。只见毛遂不慌不忙拿了宝剑，来到平原君与楚王面前。楚王命他退下，毛遂按着宝剑说：你用不着仗着人多势众如此吓唬我，如今我离你只有十步之遥，我主公在这里，你发什么火？楚王看他拿着宝剑，便和气地说：那我倒要听听先生的高见了。接着毛遂向楚王详细分析了与赵国结盟的百利而无一害。楚王听了，当即与平原君歃血为盟，并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，率领80000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去援助赵国。毛遂也因此赢得了平原君和其他门客的尊重，一举成名。成长心语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，一个人要使自己脱颖而出，得到最佳的发展空间，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，就应该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和精神，这也是我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而那些习惯于守株待兔的人都将被淘汰出局。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相信自己身上具有别人没有的闪光点。唯有自信的人才敢坐在第一排的位置，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，才敢将自己的锋芒展露出来。同理，在交往中，如果你想赢得别人的友情，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就必须主动交往。只有躬身自省，主动做事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。